谢谢。我们这么做真没问题吗？嗨，不就是烤肉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可是这可是我的办公室，万一……哎呀，这是我的位置，我可是个女儿。对，这个甜甜圈已经给我了，是我没来得及给您报备。那个客户们，我们先参观一下公司其他地方，来，请。环境是不是？报告了。你们知道错了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错哪儿了？我们不应该上班时间吃烤肉，我们不应该不叫你。你们为什么去老板办公室吃呢？我们不是，我这你们不能吃吗？来，小孩多吃点肉。回来这两个人检讨怎么样了？有。我是让你检讨的，是让你换个地方吃吗？我不应该在办公室吃烤肉的，下次不敢了。知道错就行。下次吃火锅。